既然妈你就已经知影，我的真面目不是啥物怪咖好媳妇啊，所以我应该嘛无需要你问一句，我就甲你应一句啊。你想那边来欺骗大家感情啊？嗯，无法度啊。一头请爷爷虽然够性命，我若要认真讲起来，我只不过是较爱我家己尔，安尼应该嘛无啥物唔对啊。什么？咱两个平平拢是查某人，你应该当比家风，搁较会当体会我的心情。硬要甲家己留伫个一个你无爱的查某人身躯边，那是足痛苦的呢。你对一点仔感情拢无？两年耶，家风对你是安那乌心瓜，天天爱你妈妈是看在眼内，所以只要查甫人对我好，我就爱伊哦。那你我这世人拢唔知嫁几遍。莫怪，莫怪你一个做太太的人，你有法度安尼仙人跳你家己红色，你安尼说叫予伊甲别个查甫人困，因为你无法度动你别人嘛。我时时刻刻都爱做罗家风的新娘娃去呢，啊，不过我嘛是会忝啊，就算讲是线路啦，伊安尼规工听人咧告诫，接受一大堆的负面情绪，嘛是会感觉酸嘛。所以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我嘛会想讲，爱有一个查甫人是会当理解我，互我娃去的啊。要唔过家风这样软弱，伊敢有法度？所以你即摆真正是为了钱才去入来罗家，是讲我也无白白摕恁家的好处啊！我有那尽心尽力来款待恁罗家点点个大大细细呢，都亲像爸啦，伊爱食牛肉面，安姐卡袂得要食炸酱面，只要一句话哦，我就伫咧厨房无用甲大粒干细粒。阿妈，你也只要甲我画一下，金玉啊，陪我来款兰花哦，哦，我就爱陪你伫咧花房无用规工个呢。所以想起来，我也无甲恁骗啊，金玉，我真感谢你对罗家的奉承。要过罗家，伊嘛无互你食苦啊，你嘛足无简单，才有心啊，当你欢喜要做妈妈。我真正是想无你来雄雄去母子出的，而且你准备这么大。妈，你捌听过人古早人有一句话无？拆破人的姻缘是七代三的。啊，当初家风甲林子倩的婚姻就是伊拆破的啊！我即马只是咧替你赎罪，替你弥补尔啊！啊，若无万一恁老家真正三七代是变怎？我看你确实无想要留在家风的身躯边啊！不过你放心，我嘛袂勉强你。其实我也甲家风讲过啊，两个人若无适合，两早切切的，卖下咧折磨家己啊。要不你嘛知影伊的个性，伊坚持唔放手啊。啊，讲到这点吼，我真正嘛感觉足烦的呢。无嘛，你代替我苦劝伊啦。替我抹油啊！你若受伤，是安怎无爱伫咧回来路的顺路去病院处理一下？厝内明明都有一位非常专业的护理师，而且嘛是我上心爱的太太呢。我哪有需要浪费这个钱？还是你感觉这个伤是小 case， 你无愿意替我处理？工作哦，敢那是甲人协发生，实在是磨袂过普罗级的护理师啊。不过拍赢呢，因为对方无立场啊，无法度徛后在，所以另外甲拍。是安那？迄个人是脚麻去，唔才乖乖徛伫遐后你拍。迄个人你嘛熟悉啊，罗文尧。哦 ，sorry。现在叫陈文瑶，
你的表情看起来，敢那不知影陈文瑶的真面目。恁两个不是在育幼院大汉的？我跟伊在育幼院，只不过是相处两年的时间尔，其实无遐尼熟。想要知影伊大汉了有遐尼侪秘密啊？拜托的啦，莫想空想空，要甲咱两个婚姻行袂落去的原因，袂使对文瑶头壳顶起无？哎，我无，我敢那敢会算甲阮欺骗的少年？话讲倒转来啊！既然伊的舌骨也卡互阮拆掉啊，我看伊即马嘛无资格，无迄个面会当继续留伫阮老家骗吃骗喝。啊，你听我咧讲，你是感觉心足疼的。也过啊，以后你可能无任何的机会，会当伫老家看到你心爱的陈文瑶啊。你即马心情是不是感觉气一角？就这么遗憾。我刚才跟你讲过啊，伊迄天就已经拒绝我啊。从今以后，阮就是田无沟，水无流，各人行各人的路啊。到底是我爱我跟你讲几遍？安那，有代志还无用哦，无用做你。你搞较安分嘞，啊 ！Thank you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